天劫水球，今日是农历的正月初三，亦即系大家所讲的赤口啊，双嗌唔好口，咁所以大家通常都会点啊？尽量唔好见面啊！但系最惨就系今日撞正系新历嘅2月14号，咁即系点啊？有情人嘅朋友好难唔见面噶呢日，就算你话唔庆祝都要出嚟见啦。咁最弊一见就点啊？见家长，哇！咁啊有时咧唔想讲错嘢就。见面。